上届的福建街涌泉探险队，今日欣赏当年的福建的生态池，认识水生植物，欣赏介绍的泽蟹、姑婆芋，还有福吹本来的认识。有没有人曾经在水边或是池塘或是水池里面看过这种植物？其实我们这个可以拿来当我们桌上的菜肴哦。我们会比较取的是，就是说这个可以吃哦。对，这个可以吃。我们会拿比较低的地方那种幼叶哦拿来炒。欣赏介绍的红豆种水生植物，福吹很爱水舒适的，因为年纪不卡嘛，总爱过度福吹哦。从阿叻、阿公、阿妈，给他就开始种诶，种诶，你是哪年诶？你做生条，可能差不多三四点，给他就开始拔不开诶。差不多六点半诶，去开始送菜啊，啊送到菜打咩方本，安尼菜盘诶用买菜。过后诶，又再送饭诶店啊、传堂啊，因去煮啊。袂当面哦，一天爱吃一碗面泡饭，也最好去饭诶家，隔壁诶饭诶店，也还蛮出色，就开始给伊买哦。礼拜韩国就批到重雕塑的面食，有上戏面拍板单方加两片酱猪肉，食材很香人哦。一间店可以六十六年嘞，啊，今爱转起上台，今爱来做起食台的。我一家面工板条店就卖菜地的客家菜。像福吹雅莲的高丽菜冬瓜风就菜地的客家菜，伊个福吹冬真蛮好食的长菜啊！伊个种菜像米浓那油诶，没讲像米浓油，那是马尾油，但是伊无色。芽菜部分就上伫个沃田底背啊，啊有种有湿田的地方。应该就会有，像讲因吉乡无介放的食，因吉片呢就当作醋，就放迄、那个放的调迄个去，安个面浓就会介拿迄个做菜。涌泉探险队去整理生态池，有中人下水去了，有中人在东方天树，虽然一条快起来过来，不过太家快起来叫我骨痛。从不卡带的一些福吹来福建种，希望有更多同学都在认识福吹，也要好好爱照顾伊。讲唔清楚，汤一白的营养午餐就做在家吃的哦。